你的技能想打中我？没门，简直太棒了！大姐夫，未来魔法店店主毫无来普通的攻击难以击中他。我的锤子也没长眼睛。一问的王牌接班人，少废话，今天就开始你的锤子硬，还是我的元素火盾硬？哇、哦，这家伙果然有鬼！这可是五阶顶级的防御魔法。刺客彩儿，对骑士李信。哟，报应啊，大力之。